啊，就是你明天现在没有任何贷款，明天也没有房产，他这个是最基本的事，只要你超过20%就可以办理贷款。这是一个政策，相当于说现在就是头一段时间最低30%，现在目前是说的是可以20%，刚试试吧。很久了，这个国家规定，得看那个贷款人，你看看这个贷款人这对接之后，他享受就是最优惠的这个利率，就是因为房子积累的时候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刚需。预计会有更多城市会去向往和跟进，但是在整个房租不炒的大基调下，一些热点城市就是市场面比较好的城市，他们的调整预期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更多的会涉及一些城市经济面较弱，像调整压力比较大的三四线城市。从短期或者长期来看的话，整个房地产的一个行业环境政策改善预期预计将进一步明确，从资金端或者是政策端就将会发力，充分的去释放合理需求的一些消费需求，无论是从刚需端还是从改善端，针对他们的一些个调整将有助于合理这个购房需求的释放，这样的话对于房地产一些个产业运转或者是良好循环将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